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有没有人跟你说长得有点像一个明星？像谁啊？哎，我鞋不见了，被人偷了吗？拿来吧你。老铁，对不住了。上飞机后，空姐正在检查行李箱，我发现她总是偷看我。这时我们不小心对视了，他甚至朝我走了过来。你好，先生，您这样穿冷吗？还好吧，有点冷。您穿着毛毯，你要不盖一下吧，怕你感冒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有没有人跟你说你长得有点像一个明星？像谁啊？王嘉尔。像王嘉尔可以要你微信吗？算了算了，就看你好看，逗一下你。好吧。谢谢。想想倒也是，我这么失败的人，他怎么会给我微信呢？可是尽管这样，我还是一直在等他出现，想多看他一眼。正当我做好了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的心理准备时，先生，怎么了？有东西要给我。把手伸出来。穿了一双拖鞋上飞机，空姐看我造型挺别致，随即给我递来了爱的号码。阴天傍晚，车窗外，你猜我会不会等待？正当我落地准备跑滴滴时，又被我拉到了一个空姐。这可真是姥姥专备我，把你给逗乐了。你好，可以麻烦开一下后备箱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需要帮忙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你是刚下班吗？嗯，是的。那把安全带系上，我们出发吧。不好意思。美女，有箱子帮你放这了。此时此刻，我满脑子都在想应该怎样才能要他的微信号，但我还是不争气地说出再见再见。但万万没想到，黑暗是不需要战胜的。你好。我觉得就是好像有个帽子是落在你车上了。帽子？对。哦，对，是你有一个帽子在我车上。就那个可以，麻烦你送一下吗？再见。再见。在机场拉到一个空姐，结果等我走了以后，跟我说帽子掉我车上。这也到了交班的时间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你又吓死我！你要干嘛？不是你喊我来交班的吗？那交班你交呗，你在这趴着看我干嘛？不是你这干嘛？幻想着与空姐的浪漫爱情故事啊？关你屁事！走开走开！交班交班，慢点开啊！好嘞。2104你的帽子，谢谢啊，辛苦你到了。我家就在这后面，走两步就过来了。你是走过来的，要不要进来喝点水？这么晚了，你就不怕我是坏人呀？我看人
很准的，长那么帅应该不是坏人吧？你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就真进去了。但是你怎么一直弯着腰啊？你是不是腰疼？我好像确实是有点腰疼。这个是你家有小孩啊？算了吧，是不打扰你了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嗯，谢谢，拜拜。给空姐送帽子，结果她邀请我进去喝水，没想到连女儿都有，真是九个压路机坏了一个，八个压路。小孩啊，你算了吧，是不打扰你了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那你注意安全。这么年轻就有小孩了，该不会是后妈吧？也不知道会不会幸福。好巧啊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这不是等电梯吗？哎，这是谁呀？小姨。对啊，她是我姐姐家的孩子，经常在我家玩呢。快叫叔叔好。叔叔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对了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。我叫潇潇。我也叫潇潇。你也叫潇潇，我是肖战的肖加一个萧瑟的萧。我是竹字头下半个忧。好巧啊。嗯，确实有点巧。那完了，我又掉链子。那我待会儿把送回去，然后一起喝点。好啊，可以啊。这波必须拿捏了驾驭，给空姐送帽子，结果她为了感谢我，请我喝酒。待会儿把送回去，然后一起喝点。嘿，啊，你来了。怎么样？我今天好看吗？我刚回去换的。你这也太好看了吧？跟你走在一起，别人都会觉得我很有钱吧？长这么帅都没有担心别人说我是好色的富婆呀。你喜欢吃路边摊吗？不挑。那我们就这家吧。四个一。开。三个。我没有。又输了，这怎么行？真心话大冒险吧。你选一个。真心话。那我要问你了，你谈过几个男朋友？个啊，而且刚分手。那刚分手为什么不和好啊？其实人生很多时候就像扣扣子啊，你在扣第一颗的时候，你也不知道